你讲超强去病院，啊，伊是安怎受伤啊？伊讲伊脚只边受伤，啊，不过我咧想，伊心情无好，应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。嗯，啊，什么原因？都紧讲。我甲超强讲，当年阿伯伫密室内底对我甲超强做坏的代志。啊，我竟然当秀兰面头前讲出这个秘密，秀兰因为下坡醒来起来哦，绝对是袂放重林耍。啥话啊？你讲你阿伯对你阿哥超强做法术了？你不是跟我说你都不会发誓，怎会做这事情啊？江中林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啊？我是有什么秘密啊？你别在那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呢？什么我看一个影生一个囝？不，你现在意思是说超越在说白餐？拜托的哦，林静就站在那边，你还有什么话头要说啊？你私底下学邪术就准拄煞，你即马阁用超越啊，阁超强咧做实验，你嘛想过喊啊吧？喊的人是你啦，你讲你有预谋啦。我若真正有邪术哦，啊，谁安怎陈忠信？伊常常徛在我面头前，甲我正口倒舌。你也毋是无看到，伊处处啊针对我。你敢有看到伊身上有发生啥物科学无法度解做的代志？你莫牵对陈忠信迄边去哦，你只甲我讲好清楚。现在要对这两个囡仔下手，秀兰呐、啊，你讲什么下手？你若讲安尼，先要伤过超过啊！我之前不是甲你解释过，那时候中林啊，伊都无拄好，啊去看到恁大官伊手留落来遐个物件，啊伊就一时哦，啊好奇啊，啊趣味趣味，想我来家摕来用看卖。我就怕說阿外伊的危险，我唔知影叫伊哦，暂时小出去觅一阵嘛。事实就证明根本就无虾米代志嘛。那安尼先做歹，让我知影哈。超强是我的后生呢，我这个做妈妈有权利知影我的后生发生虾米代志啊。那你今麦是搁安怎哈？安怎讲你都讲袂准确，啊，那不是跟你讲过啊？事实证明就是无代志，啊！你还不相信？啊！但阿月伊是当事者，啊！伊都无咧计较啊！啊！你怎是啊？你怒啥哈？原来迄个时阵超越离开厝，都是这个原因咯、哦。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咋个办？阿姨，哪会入一个月房间钱啊？敢讲伊在外口有饲小三？我这是在创啥？妈，我拄才有在中林的迄外头那地下内底看，恁哪安尼啊？恁哪在偷看中林的物件？就准讲恁是翁阿婆啦，恁嘛都要尊重伊啊！连我做伊妈妈的人，我都唔敢看伊的物件啊！你哦，那这么啊无礼貌哈！饭店，这是饭店刷卡签单，对嘛？啊，搁一个月房间钱呢？伊哪会无代无志，订一个月房间哈？敢会是伫咧外口？伫咧外口有查某？对啦，妈，我嘛是安尼想呢。啊，若无哦，我真正想袂到其他的原因，是安怎伊要订一个月的房间？是讲妈，你讲的嘛对呢。中林吼，这么注重伊的隐私，我若是直接去甲问吼，伊绝对会生气。我看吼，我是先观察一阵仔好啊。你观察啥？证据已经在充足啊。我让你看，我这是在饭店看到一卖计小查哦。在我那开的房间内底啦，啊，你不是王乖，都是出来。哦，哎，真搞的吼，你一出来就诱拐我的红婿。你讲哦，我人在你的身躯顶，到底开偌济钱啊？
你若是无老实讲，我绝对跟你讲。江总裁开偌济钱，迄拢是伊家己赚的，是看你什么地带啊？可才讲，你敢有替伊赚钱？你又是有啥物资格来问我？我，妈妈妈，那呢？我是伊的妈妈，我有资格问无？阮丈人伊是啥物身份？亲像你这臭名声的查某，你若用手段要骗伊的钱，迄就是诈欺。我敢无应该出面来做东西？就是讲的，你哦，就是迄常常新闻咧讲的迄个什么剥皮妹啦，专门诱拐查甫人哦，叫人家钱摕出来，就亲像你老爸同款，叫人投资啥物基金，一届哦，就是迄几千万、几亿迄种的啦。哎、欸，你这两个小查某啊，是讲耍赖啊？我无骗江总裁一千五零，这拢是家己愿意提出来跟我斗三工的。敢讲当同一个江总裁开钱，还要经过恁两个人的允准哦？哼，真正有够无尊严的，无乖啦，无乖做到那飞。妈，你看啦，迄诈骗集团的讲话阁这么红声啦。芳玲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一切都是误会啦。还是吼，我拄才伫个内底，无赶紧出来跟恁拍招呼。总裁妈，总裁夫人，请坐啦。我是新民的妈妈。免，吼、哦，新民坐。妈，我咧讲，伊吼，就是无抢地当，迄三十几年的迄查某囝，叫做诶，叫我回关就好啊啦。唔管安怎讲，我总是甲新民自细汉饲到遮尼大汉啊。人讲生请一边，用会较大天，伊也是爱叫我一声妈妈。新民啊，你真正拢教袂乖呢，毋是甲你讲过，讲话莫安尼七七五八，有话就爱好好讲。啊，唔赶紧甲总裁骂，总裁夫人回去嘞。人江总裁哦，遐尔照顾咱，敢若甲江总裁说多少闹搞，迄是因为哦，伊厝内人支持伊。真正大神灵是总裁妈甲总裁夫人，紧回去嘞。总裁妈，总裁夫人，是嘞啦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讲话较无礼貌，请恁两位大人有大量，莫搞计较。安尼唔才对，人总裁嘛就度量来，袂甲你计较。是讲，阮丈人是安怎样，会无缘无故来包这间房间予恁住？迄是因为地当甲江总裁交情。伊是阿足好心诶，就遮尔简单尔。那你是讲，恁两个母仔囝做伙住？是啊。啊，江总裁不忍心看地当诶查某孙伫外口流浪啊。江总裁真正足善良，足有福报诶。总裁妈，总裁夫人，你嘛是同款。足有好报的，无怪看起来遐尔好命。拜托的，这间房间贵三三的。搁再讲啊，阮丈人哦，甲恁也无讲介绍啦，伊哪有可能这么大方替恁找大个所在啊？江总裁甲第一单合作，开发未来城，凊彩谈拢是过了百亿啊。伊会主动要照顾新兵，还是要做人情和第一单的？第一单这个人哦，我真了解。吃人一口，害人一口。将来伊若是甲新民恢复感情，伊绝对会加倍报答江总裁。我唔知影讲吼，阮丈人会来照顾地当的亲人。我嘛知影讲，阮丈人伊也毋是讲遐会晓顾人情义理。无定就是江总裁啊，做好代志，无想要让别人知影。真讲一句，我拢是本地人的福气，才当暂时有这安稳的所在住啦。
我一直想要当面甲总裁骂，啊，搁总裁夫人说些多些。啊，我看安尼啦，我知影有一个真好的所在，我请两位去边啉茶、食点心，想煞联络一下感情，你看好无？我想江总裁一定也是安尼想，所以才甲阮某囝做伙照顾。我想吼，一定是因为总裁妈你甲阮教囝，我会加向你学习。可惜已经上班啦，卡输会当卡早拄到总裁妈，唔知偌好。知影他悔改哦，永远都无嫌慢啦。你会当来劝万生命悔改，安尼就好啊。人讲哦，有两个查某人上水，总裁妈甲总裁夫人拢同款。恁保养甲遐尼好，唔知影人哦，佮了做你是怎话啊嘞？你哦，写真爱讲笑啦。但我嘛已经老酷酷啊，无像像恁讲哦。这样你要老装，装是用个用乌的啊，啊，不过本身的底就爱好啊。参照总裁嘛，你皮肤这样尔好，运气阁这样尔足，规个人吼这样尔贵气，迄款气场，唔是少年人凊彩就装会出来呢。总裁夫人，你嘛是用这间的保养品，你会当哦，你总裁嘛。给介绍一挂啊！啊，死狗哦！恁两个走出去，那人想讲恁是姊妹啊，搁俩准是相生啊嘞！好笑啊！啊，妹啦，总裁妈，你若是要过来遮保养哦，你着报阮的名就好啊。你会当甲江夫人做伙过来啊？来到家哦，会当心情放松，阁会当变水，偌好嘞！啊，若无安尼啦，我即马哦，就去叫小姐过来替恁添资料，安尼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，贝弟哦，我拢有咧用即间的保养品，但是会当常常来即个美容会馆做保养，嘛是袂歹嘞吼。好，啊，我马上去啦，哈。够讲话，迄地顶啊啦，我会请人换一个新的过来哈。啊！你头拄抱迄老太婆，你嘛抱了伤大力啦，听了就要吐。你应该好好把个总裁骂才对，好听话，哪有人嫌济啦？那呢，迄江夫人呢？我是感觉伊甲江总裁感情敢若无啥好，唉，迄款无水准的查某人，毋是你的对手，你无需要插伊啦。好好把个总裁骂较重要。妈，你看头拄啊，迄顶回关吼。真正足贤讲话嘞吼，伊伫安尼哦，甲你抱到天顶去啊！你讲伊一直甲我抱到天顶去，无讲照伊所讲，我安尼是水水就对啦。你嘛连讲我是老酷酷啊？无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啊，既然重林哦是为着地党的民主，要来照顾因母仔囝，啊，你头拄啊？绝对是误会，所以我就讲嘛，你现在擦擦掉，但看了一条手骨，那俩鸡拢跳起来，根本就无什么代志。我擦擦掉，头拄啊在做，嘿，是我掉，是我掉啦。虽然讲吼，因这对母仔囝吼，真熬按来啦。我讲我咧想也无遐尼啊简单，绝对有别个心思伫诶。啊，我也真了解重林啊，伊吼无闲过船啊。